哎，哇塞，有上没？练拳啊？运动，不想运动。我的好朋友，终于见面了，真的，真的，怎么没有放主题曲？哎，不要这样子，那首我很久没放了。好吗？你好吗？还不错，恭喜哎！我其实没有想到。不是会有今天哎、欸，对，其实这一刻在我的梦里面已经出现很多次了，真的假的？哎、欸，终于这一局最难约，真的是最难约。我今天有准备礼物给你，真的假的？真的，一首歌吗？哎、欸，终于要回来，隔了这么多年。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吗？有印象吗？事实上。没什么印象。我最后的是留在那通电话。那个是我跟你对话的吗 ？Yes， 真的假的？是，是我跟你对话的。是，我在颜色跟你讲的电话。Yeah， 哦 ，JC 那一场。对，真的是我跟你的对话吗 ？Yeah， 我一直觉得不是你耶。没有，因为我是最后我们两个是讲的电话的。其实你现在这样讲，我突然好像有点有点感觉，因为我那时候感觉你好像。你好像跟主办单位的人讲话，对吧？我记得我是先跟女孩子讲话，店家的人讲，有可能。哎、欸，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罗生门吧，因为我想说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讲说跟你们主管还是什么上司，有点像是跟你们办公室的人讲，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一直所以他不跟我讲话，好像我是工作人员还是店家的人，然后我那时候不懂为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哦，原来是我们两个人对话。我不知道我是我跟你对话。哦，是。我完全是一个。不知道哎。哦，是。原来从头到尾是一个误会啊。因为那时候我在颜色，我接这个电话要去演出嘛，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带一个经纪人去？后来好像就是说来要付钱还是什么东西的 ，anyway，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奇怪，为什么？我带一个经纪人要去付钱，然后我就跟滴答说：“哎、欸，这样子是正常的嘛？”嗯，但是我不完全不知道是我跟你讲话，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帮忙，那时候觉得说我也是好像我也是来帮忙的，为什么我要就是 take 这样的 shit？ 了解，对，可是完全是有点错位了，我觉得是，就他以为他在跟工作人员讲话，是不是？因为你跟我讲话讲那通电话的，就 supposedly 我们不应该讲那通电话，是，而且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你也没有跟我说你是谁，你完全没有说你是谁。Oh, yeah.Yeah. 你知道吗？对，我一直以为我是在跟其他的人讲话。我真的，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跟他讲电话。Oh shit！ 哇，这个是因为前两个礼拜我才在跟他说的。我说这件事情，就是我接这通电话的时候，我是在颜色本身，你知道吗？你今天这样讲完了之后，完全通了，完全通了，完全通了。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想说、wow. 啊，我也许我那时候处理的也不对，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情绪。可能我自己也在接我蛮多的事情，然后我只是觉得，哦，为什么这通电话我要承受这通电话？但是我一直也是告诉自己说，其实你的要求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在当时来讲，因为其实你愿意来也是愿意帮忙。蛮多年前我就自己就是对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啊，其实我希望可以处理得更好，或是我希望就是有个第二次机会这样子。哇，是非这样讲我就真的通了。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带着情绪，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那个是你们的好朋友，我也知道嘛。那大家去那边就是 support 这个活动，我完完全全是支持的，是是不是啊？那只是当下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在跟你讲话。你现在听过他的歌，你不会再认不出他的声音？我不会 ，OK。而且最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用的那首歌《Waka Flocka》。那首歌是我那阵子常常在听的，真的？对，而且我刚好那时候过完生日，然后干就是那一阵子就是天天放这一首歌，然后后来你把那首歌丢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转换过来，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别人在跟我说，就是 Waka Flocka 的 remix 还是什么东西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仔细看才知道，哇靠，这首歌怎么那么凶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蛮多事情，关于就是这整个环境跟这个生态。我从来没有过一首歌被这么关注过，那是我第一次有一首歌，我的音乐被人家注意到。对 ，It's kind of sad， 就因为只是因为他是骂人的歌，然后大家觉得哦好帅，他在骂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我感觉这就是 hip hop 嘛，就是要做点牛肉什么，他才会吸眼球这件事情。对，但你说这些人来，他们就是看看热闹。真的留下的会是谁？我自己觉得，我在我的就是生涯之中，好几次三十公分也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所以就也学到蛮多。但是我真的觉得，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你们
后面那一连串的那个操作跟 idea， 说真的，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是假的，懂吗？就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干，我记得那时候全民都在30公分，就是干国中生、高中生，就是你们出完那个东西了之后，它等于是一个风潮，你知道吗？就是又是一波操作这样子，蛮，我觉得蛮有趣的，都是一个过程中的学习跟实习，但我觉得 anyway 那个那通电话，然后那首歌，我觉得改变了很多哦，真的，就是它是一个改变了台湾的嘻哈，对，它是一个台湾嘻哈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啊，对吧、啊？十字路口让这个游戏变得就是它就是在台面上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干你想要 beef 谁什么，就是直接这样子来这样子，对，而且后来整个就是 diss 文化，对，就是整个真的是。拜您所赐，不要这样讲，严格讲讲也是拜您所赐。但是你今天真的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解惑，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当初那个电话真的是你，那你这样子把它 put it out， 它就是完完全全 make sense。对，你也帮我解惑，真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真的，这样子就是真的是绕在一起，很屌哎、欸，真的是真的解惑十十二年。你对你最清楚，他每天都在算，而且还要画那个，真的假的？而且3640天，刚才明明就想聊全集，还不来跟我见面？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准备他说他准备礼物给你，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迈阿密 Art Basel 路上看到一个 artist 的作品，我知道你喜欢他们，所以呢，两个人我给你挑一个。哼，哇，我转换啊，可以啊 ，OK， 啊 ，OK， Park， Two Park， Biggie， Nice， 你两个可以选一个。我小的时候就是很喜欢 Tupac， 我觉得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看到 Tupac， 他是一个 image， 让你觉得说，哦，他很酷，很狂放。我觉得是对所有青少年来讲都是喜欢的。是，然后再来就是长大了一点，我开始对于就是纽约的对这种都会的 vibe， 然后跟就是 Biggie 音乐开始越来越有感觉。然后又到了差不多过了30以后，开始觉得说，哦 ，Tupac 其实他在奋斗的事情，他的意义上面的东西又让我更有感触。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有点来来回回的，而且就是对他们的感触你不会腻掉的，是就是永远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东西。对，我在我脖子上面也是，我知道啊，放了这两个东西。That's why， 当我知道他们对你是有很大的 influence 的时候，我是有点吓到的。我一直以为影响你最多的可能会是，比如说 T.I.， 知道吧？因为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的确是 TI 蛮影响我帽子的斜度，是对我那个斜度是主要我想说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最大的 beef 嘛，那两个都不在了嘛，对，那我们两个都还活着吧，很好，你知道吗？很好，你懂那意思吗？对，很好，你懂。其实我是想让你知道说，其实你们一开始我就是支持的，对，没有，今天真的是 respect， 我没有想到，但是我真的很期待。对，虽然看需要是不是应该开始酒之类的。刚才这一幕要放慢动作。对。对。你知道我对顽童一开始就是一样是在 Street Voice 上面听到，那个时候应该是你们已经跟 Ten 一起在录歌那时候，然后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在那个大计划办的那个活动。我知道。地下室，然后那时候你们都还是唱那种很西岸的东西，对，然后在那一场好像就是有顽童，然后有竹棒，我印象中了，对，然后那时候看就是哇，你们每个人就是打扮都超西的，对，那时候大计划它有一个地下室超级小，但它就弄成一个简单可以演出的空间这样，啊，就是固定会办演出，我是记得他们有一个演出，那时候我们在。小河岸留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们的演出。我们就是穿白 T， 然后红色的 bandana。对，那时候很西岸，那时候迪亚邦也是 Dickies 全套蓝水蓝色的那个超大件的。但你们两个没有做过歌，对不对？我们曾经有这种喝很醉，然后坐在包厢的时候讲，我们就写一首，就是我们都跑到别人包厢玩。对，那个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就是一直。
就是在讨论去 production spot， 对，有时候就是，然后人家走，我们就跑上去。我们就在观察，就是这整个夜店的生态。就到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去，他应该不会发现我拿了他的酒。就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有写，我大概写了半个 verse。我记得我有写，对，所以我才说是不是那首，因为我这边我是有写，我记得我也是有写，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句是什么，别人包厢比较好玩，然后什么金虫冲闹比较脑残，然后什么。别人包厢是正妹，我们包厢是正男，这样子。如果我记得，我也是好像写一点，说我坐别人的包厢，喝的别人点的下，然后你的妹妹好像让我们一下子，就是那种很对热色的，对。那你知道你跟他有做过歌吗？有一首，是不是有一首？有一首殷红，殷红的那个是好像有点 house， 对，我记得那首歌。对，就是殷红把副歌唱好，反正叫烧妹啊，歌曲叫烧妹，对对对 ，yes。去年还是什么，突然就是有听到，真的，我是在外面听到，外面听到，就是我好像是不知道在哪一个场合，反正就是我听到旁边有人就是手机在放，我经过我就听到，我说哦，这是什么歌啊？哎，这声音好像是我的声音，然后我就在想。这是我的声音啊，但是我有唱过这首歌嘛？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啊，想到那首好像也是放在 mistake 里面，对不对？你好像有放在你的 mistake， 对，放在 mistake。然后我有放在 Three Voice， 那应该是我 Three Voice 上面最多人点的一首歌。真的。哎 ，I'm right。Cheers。哇，这杯酒等了很久。刚在那个真的那边其实就很适合喝直接 whiskey 就这样，真的。但是其实我蛮好奇啦，就是你从以前 playboy 啊比较坏的形象啊会出去走跳，到你现在喜欢露营、喜欢打拳击，喜欢的东西感觉转变很大。因为我本来就运动，然后就是会上健身房，可是就是我就是很懒，就是我做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时候我就休息，一直重复做的事情我会觉得很无聊。然后我后来接触到打泰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棒的运动，因为有互动，对，有互动，然后你必须要很 focus， 然后因为你要去注意，你需要反应什么之类的，它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个运动，它是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比如说你一个小时半的训练下来，其实你会觉得非常充实，然后效果来讲也是很好的。那个上一章的时候，就我记得那时候是看什么写，就说。你有歌是就是去那个岛还是什么？哦，那一次我还蛮喜欢的。对，去爱尼岛。对，上金老龙你。对，因为我女儿超爱听那首，真的吗？我女儿很爱听她的歌，这件事情我会吃醋。真的。她还听什么、啊？就那一首上金老龙你，然后另外那个 Change。对，其实好几首啦。但她一定也听其他人的歌、啊，还有谁的？重点是没有听他的，有啦，他也听啦，但是他就是他有一些他的审美观这样，他有的他就会说上车就要点，也不是有的他就会说这个很难听，我不要。然后他像比如说 Tupac 跟 Biggie， 他听 Biggie， 然后对啊，那他就听你，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弄到就是我有点吃醋，我就说。真的吗？你真的还要听这个哦？然后就开始几次什么 ？I don't wanna change it。那鲁小达，他也是会说一些我听的饶舌很难听啊。真的、啊？我不能讲名字啊，但热狗他听，哦，那还不错、啊。是三句吧？三句。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到外面？那个景我觉得不错。另外一个我有发现。就是你近期的一些作品，在你的表达上面啊，我觉得你会适度表达一些对社会的一些看法跟意见，就是这是我觉得我以前在你的音乐里面，我觉得比较没有看到的。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可惜，因为我也很担心，就是我好像对很多就是生活的事情，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觉得这对于我的创作来讲，我自己觉得是还蛮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我没那么多话想说，而且我觉得个性上来讲，我比较，我觉得我这几年一直在改变，然后我变得好像不太去在意这么多小事情。其实这对创作也是一个危机。对，这饶舌歌来讲是超级糟糕的，是超级糟糕的。还是说今天唱完之后再吵一架？再吵架了，还是需要吵架。今天又让我更开心了，我不会觉得、okay. 哇，这心中的结又打得更开了，就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值得你不开心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说，如果我要继续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去找到它的一个价值，就是说我到底
你有知名度了，然后有人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你要讲点什么话，然后我说你现在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想要对社会有点贡献，老实讲，这是实话。然后我希望去散播的是更多的正能量一点，然后更多的爱。对，所以我听到的东西是正确的嘛？对。对、okay. 真的我就你在表达了嘛 yes、okay. 我就是这是我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方向对、嗯、你还是要用一个比较大家舒服一点的方式因为大家是在听歌不是在听你说教 对, 對没有人讲难的没有人在乎你想要表达什么对只是我在听歌我刚刚喜欢这首歌然后顺便的我搜寻到我接收到你的讯息、嗯、对、嗯、那只是顺便而已、嗯、他本身只是希望你这首歌娱乐到他是对是所以我觉得对啊，就到了恰到好我们是娱乐业嘛，我们其实就是在娱乐你而已。就是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如果你听了会心一笑，那就是我的目的而已。对，那如果中间有什么讯息可以影响到你的一些价值观的话，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就是哇，我很开心，那很棒的 bonus，、嗯、对吧、啊？ Yeah. 然后另外一个，我有看到你有一个 quote， 就是说要做成功的嘻哈音乐是有必须要有妥协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有说这个东西、嗯，要不要把这个话重新再跟我们？分享一次，我们接触到的可能只是很平面的。你接触到的是那个标题，你想知道内文。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艺术家，他是应该是在一个框架里面，然后去寻找突破的出路，然后形成一个伟大的作品。你在对抗的是，你在对抗还是体制？是对，这是美妙的地方，我觉得是艺术美妙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搞错方向了，因为你会说这个人不受体制的拘束，他想做什么做什么，他是个艺术家心态，应该是反向来。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体制里面，你还能够找出一个方向来表达你的讯息的话，那才是艺术。说得好，对，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地方。我懂你说什么意思。那时候我忘记是狗哥还是谁，就是跟我讲了一个话，就讲说，如果你可以在他给你的限制里面，还可以表达出你要讲的东西，那表示你是 like next level， 是没错，那也是一个考验，这才是真的艺术，这才是真的艺术。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让人家听得懂你讲什么，这件事情是最简单的。是，哎、欸，有时候你完全没有限制，你反而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应该是这样，因为艺术创作变得没有一个目标去攻击。就像在写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只讲，好像很无聊。你要想办法不直的讲，要绕个弯去讲，这就是写词你花时间的地方嘛。是，对，我要怎么绕个弯，然后还是讲到我要讲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呀，这就是妥协，你知道，我再去中间去找一些去平衡的地方，然后，对，我觉得他才可以完成一个好的作品这样。对艺术家来说，你如果没有那些规范，他也不知道创作什么。有点像是早期的 hip hop 音乐在美国也是一样嘛。哇。他同意一支穿云箭，对，千军万马，千里相军来相见，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上 MTV， 他们也没办法上 Radio Station， 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太那个了嘛。但对他到最后还是找了一个方式，就像是狗哥讲的，对，就是他在这些规规则则里面夹带在里面，夹进去里面偷运藏私，然后就哎、欸，在一个普世价值跟艺术当中找到一个。而且我觉得就是最棒的是，它是由时间去感受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是越沉越响。就像我刚刚在讲，就是我必须要去找到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当我开始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冲撞什么的时候，我就看我没有什么冲撞，那我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夹带一些讯息出去的？对，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时间吧，对吧、啊？你会慢慢的在你在做的这件事情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然后找到自己的价值。比如说啊，我说药王好了，对。我听药王说，我真的好感动。哎、欸，这个其实好感动，这个很妙。就是其实如果是一般歌迷，嗯，他可能都会觉得说，我们不会喜欢的。对对对对对 对, 對。可是其实我知道的饶舌歌手都超喜欢，超爱。我自己也感觉说，干他可以把这么肮脏的词汇唱了这么的好听，就是你听感上可以这么爽，那真的是一个天赋。那不是任何一个人出来骂三字经，他就会好听。你的那个 sound， 你有那个 tone， 你知道怎么做，让他就是音乐，他是一个艺术品。对，所以你乍看之下，你可能长辈听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什么东西什么的。可是他真的没有想象中简单，他很困难。至少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浑然天成，超赞，超强，是就听起来就是哇，好听。
对，也就是也不尴尬这样。不尴尬，不尴尬，超级不尴尬。但其实可能十几年前，很多饶舌歌手也是觉得说，干你。只有你们，只有瘦子顽童，你们可以讲某些东西，其他人讲不出来。其实，在某一个成分上面来说，我觉得其实可以讲到你的创作跟你的 style。我觉得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会听到很多饶舌歌手唱东西，它是一字一句断的，但是你的感，你的东西的感觉给人家是四个 bar 一个气。很有研究，懂我意思吗？我自己不会去分析自己，对。可是当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看，很屌，喝一下。OK， 喝一下，谢谢。饶舌，你刚刚是不是想要跟他们？你刚是想要跟他们，发现他们也要跟你喝。没有啦，没有啦。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跟自己近啊。哎，这不我敬你。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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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哦，哇，鱼，好久老嘞！超想走进来就觉得好香哦。这就是你的 SPA 就对了。哇，这其实这是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小巷子，然后后来他们改到这边来这样子，对，试一下。所以阿姨她国中吃到现在，对啊，她一直都这么帅吗？你讲囡仔屁啦，囡仔屁，囡仔屁，自己出来单飞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子启发你？做这件事情的，他们俩可以接受吗？他们其实一直都知道，然后他们也是觉得我应该要做，是对，所以其实这整件事情他并没有想象中的所谓谈底单杯的那种情节，对，其实在这些年来你有在跟他们沟通的，对，因为他其实他还是说应该说自然的，他们也知道，他们也知道啊，他们也知道，就是我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玩在玩童里面完成的，他们其实是很希望我赶快做这个事情，但真的发生了之后，他们有觉得很。感失落那种，我觉得老实讲的，就是这种感觉，我相信一定是有，因为连我自己都有觉得有点寂寞，有时候我就觉得，哇，要自己一个人工作这件事情真的蛮寂寞的，就是在自己站在台子上就觉得哇，这个台好空这样，以前都会两三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这样现在就是一个人在这里，其实真的很不习惯，所以我觉得他们心里一定也多少也有这样有点感觉，其实顽童的东西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们的点。跟 idea 还有歌的主题性，事实上都还蛮高的。但比如早期一点点，像比如像是什么小笼包、生煎包、生煎包、干大事、然后辣台妹、像这些东西，你们彼此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分配的？像这些 idea， 就是你们三个人是怎么样子经过讨论吗？还是没有？哦，就是我出了一个哈赫，然后你听听看。就是秉持着三个字的精神，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三个字。就是生煎包，干大事，真的，辣台妹，真的，我那时候就觉得，那没想，我真的觉得，哇，看到没有，这是三个字容易中，是不是？这是我到后面发现，就是我只要，你可以把这个三个字很用力的念出来，然后觉得是不尴尬，它绝对会是个 hook。真的，我自己这样觉得，没想过，真的，你找三个字可以很用力念出来，副歌会先出来吗？比如说你今天想一个，副歌，有时候真的会，那你会进去先把它累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丢给大家说，我的副歌已经完成了，你们对照着写，对，有时候会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可能想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大家就是，比如说2030，它真的是一个聊天，就是我们在想说，如果说你现在再回去看以前的你自己。你的感觉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在聊天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说每一个人的想法已经足够于写一个 verse 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写自己的 verse 出来，然后副歌是最后才出来，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它的顺序也没有一定啊，对吧？我觉得最屌是三个字，三个字真的蛮屌的，真的。我真的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 give it up 给你们。就是 this one have to shout out to 顽童 ，OK， 这他妈真的太屌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外面走来走去，有时候招待朋友啊，或者说被朋友带啊， <Yeah. S 1> 然后做生意啊，就难免都一定要去到酒店， <Yeah. S 1> 你知道吗？我不管去香港的酒店，我去深圳的酒店，我去广州的酒店，我去上海的酒店，去好多酒店啊，对，永远都是听到顽童的歌。太猛，这是我们超级 proud 的，真的太猛了，这是我们超级 proud 的一件事。我很高兴可以让这些去酒店的或是酒店妹感受到共鸣，就是在嘻哈来说的话是帅的，就很 hip hop， 就是你是跟
真正的老百姓有共鸣，对对对，就跟大家混口饭吃的真正的 hustler， 真的。Cheers man， cheers。分享一下，我之前就是去看那个 Mastery， 对，今年的 Mastery， 对，然后里面就有一组小朋友，他就自称来自木栅这样，然后唱一个双人组这样，然后唱。他那个就是唱两首歌嘛，然后他唱第一首，但我觉得哦，超有爆发力的这样，然后第二首歌是比较那种抒情类型的，对。他反正唱完就是主持人在访问他说哦，你们来自木栅什么，他就说对，我们都是一起在 Mainland 混的这样。我听他讲出来是觉得说，他觉得那是一个骄傲的事情，是。然后在那里培养出他们的兄弟情这样，对啊，就是我当下很有感觉，就是觉得说。很像你做一件事情，你其实不是为他而做，但是你对某些人其实产生了意义，这样。你有回报你的社区啊？我之前去那个什么利物浦，因为我是在那城市，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地窟屋的酒吧，然后他那个酒吧就是他就在地下室，有点像防空洞的那种深度，然后四层楼还五层楼的地下室，然后里面就是，最早披头士在那边演出。我进去的时候，你看到墙壁上面的砖头上面都有写每一个不同的乐团的名字。都是这个城市的乐团，就唱那边唱出去，唱到全世界。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想要做 Mainman？ 其实那时候就是有点启发到，就觉得说，如果我在那边做一个地方，当然第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在那边喝酒。对。第二件事情是，就像你刚才讲的说，哎，为什么热狗住木栅？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住木栅，可是感觉就是在这边就有个 vibe。然后就是，你可以凝聚一些人这样子，有一种归属，对，声音会，你就会有就是归属感嘛，就是 hip hop 就是会想要为自己的恶做点什么。有一年那时候去 LA， 然后也是跟那边的制作人接触，因为像我们以前都会去执着说，哦，你这样子 hip hop， 你这样子是不是 hip hop？ 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很明确把这个东西看待成一个音乐。在音乐面来讲，然后把文化面来讲是分得很清楚的。他非常 respect 文化面的 hip hop，对，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背景，他是存在在文化面的 hip hop。但是我们今天是音乐工作者，我们应该可以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音乐，而不是被这个框架给局限住。加上你是一个黄种人，对，你不是一个黑人，你不是一个真的在hood里面的黑人，其实你更没有包袱。对，其实你就是你用饶舌这样的技术，对。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曲风来完成不同的作品，这是你的优势。反而是那些从hood出来的，他们才是最大的包袱。他们更应该跳不出来。对，所以他那时候我才觉得，哦，shit，这个概念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然后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面对我的音乐，我越更诚实，我就很诚实，就是我喜欢就喜欢，我不会因为说他不是一个大家所认知的 hip hop， 所以我去告诉我自己，其实他没那么酷。你觉得他酷就酷，对。你喜欢摇滚乐，你喜欢华语流行音乐，你喜欢什么东西？我 respect 每一种音乐曲风，对呀。我觉得那是很自在的事情。就是你们当初在团队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团体嘛，对不对？那你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泰国 Titanium， 然后可能香港大染堂24位，就是。你们当初会不会以这样子的心态去看到就是不一样 hip hop 的 group 团体，然后去做比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自己单独出来做自己的音乐了，会不会以这样子就是说 ，OK， 干，我现在一个人 ，I gotta do more like that a little bit。这个是我一直一个瓶颈，就是往国际去发展这件事情。对，可是因为我的英文没有办法，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卡在一个。我只能内销的状况，因为像我们之前去日本演出，干我在台上我 talking 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有点，我没有办法表达完全的人格，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能快速把我该讲的讲一讲。我但是 ，Isoles， 就是ありがとう，就是因为也是语言能力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天花板，这样我做过不去那里。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卡了我蛮久了。我其实很羡慕英文好的人，你可以去世界各地的舞台上表演，然后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从小到大看的全世界来台湾表演的艺人，日本人也好，韩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没有人上台讲中文，或讲台语了。就像你讲，你像一个人了，我反而就是对我像一个人，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我就是发给我上去，我就讲我的语言。是，我希望如果你尊重我的音乐，你尊重我的文化，你学我的语言。是啊，对。然后如果你听不懂我的语言，没有关系，希望我用音乐的方式，我们可以有沟通。是，对，所以。
呀，因为我的歌也都是中文，对，所以我没道理，我歌唱中文，然后我讲话的时候，因为我在塔博，所以我讲英文。是，就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虽然是歌迷的说法，假设现在世界流通的语言是华语，嗯，那热狗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啊，他就会到这个状态了，是，对啊，非常好的解答，好，谢谢。蛮感性的，我是一个蛮感性的人，对，不感性怎么会 diss 你？看，又回来，你做过去一点，我想说，好不容易逼出来，竟然又把他拉进去。其实你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贵人，而且是个大贵人。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讲？我觉得在做音乐的时候。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大家都是在做音乐跟追求艺术的人，就有时候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你会忽略很多的东西。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本来我是很排斥做生意，是我不喜欢去碰 business 的东西。那因为那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学习着喜欢我不喜欢的东西。嗯，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后来去。创立了一些品牌啊，生意啊，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说，给我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很认真的好好的跟我家里面的人相处。是，因为长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外面做事情嘛，是，其实都忽略了跟家里面的人相处。然后跟我母亲，就是反而那段时间中间这空了七八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跟我家里面的人相处，那我觉得如果没有你那个，就是给我这样子，对对对，那个当头棒喝一下，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尝试一些我没办法尝试的东西。所以我说你是我的贵人，干，只好再对他一首，还以为自己饶舌很厉害的。对我来说也是，就是以前他就很大哥嘛，大哥大哥这样子。但那段时间之后，他其实刚2013、2014年他就很常去美国做 business。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因为他姐也在我住的地方的附近，所以他的 company 总部就是也是在那边，所以每次他去，我就一年就可能会半年都看到他。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更认识他，就不是以前那种满人 rapper 的满人，然后就不一样。他以前外面那种走路就有风，或者就是很那个的，其实就他私底下其实不是那样的人，但。因为那个事情之后，我才比较慢慢真的认识他，对吧？也所以也因此就是不太讲，就所以我们现在我现在跟他的那个 close 程度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真的 close。贵人，你也是我的贵人，你也是我的贵人，对，好险，因为你那我们两个很好贵来贵去的，对，因为我必须要让你知道这东西不是 one sided， 你来明就是， yeah. 你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也好，人物也好。我觉得在一个程度上面，我也没让你失望，你也没让我失望。当然，这都是很表面的东西啦。可是事实上就是说，哎，这个人倒是一个可敬的人。我们不要说对手，就是哎，这个人他光他做的东西，对他的生活，对他的态度，然后慢慢看到你对你自己的信仰，然后照顾你的家人，然后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一个人去很欣赏你的。那我就觉得，哎，你成功了。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现在大家都有震惊的事在做，是很多事情你某个时间点、某个时段觉得说啊，这好像很什么，其实当你有震惊的一个目标、这些使命，你就说啊，我是要照顾家人，我是要干嘛？是，其实很多事情都不重要。真的，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可以就是回头去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用更客观，然后更，因为时间走更长，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对我们彼此之间所造成的改变，然后我们可以去这样坐在这里侃侃而谈，对，然后聊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是很 brave， 是，对，就是很感恩的这件事情，真的，我一直觉得
就像你讲，就是你觉得可能会有这一点，我老讲我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一点，但我是希望有这一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怎么发生，有就是今天就是也蛮惊讶，我没有给你任何 hard time， 没有，完全没有，真的，其实，在当下，我老实讲，我很怕说，哦，如果他回我一首歌怎么办？我经常说，看他如果回我的时候超猛了怎么办？好险就没有，对，我好险这个东西没有来，我就哦 OK， 侥幸的过了，知道？没有没就你今天给的 information 真的是太，你也是，然后真的太扯了，我太可笑了。这个节目这一集的标题是说，满人与瘦子的心结竟来自一通致命电话。对，超误会，超扯。等一下，shit， 这是怎样？砖头啊，要塞谁的？没有，先你们俩不要接。这个就是证明说，这个要在上面签名吗？要签名哦，要签名哦，对，要签名。要签名，这好感动哦，两块哦，敢这个两块，靠！你们两个都要留着啊，以后留给你们子孙，应该是把一块这样摔成两半花啊，对，到时候去找他，这样子，你拿着这块饼，干，这太屌 ，fucking real recognize real man， 干，这好帅哦，我觉得你今天给的 information 真的太让我 shock。真的是太吓了！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吓到。今天真的是完全，我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真的把我吓到！妈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的。Fuck， 这么多年就这样过去，但是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们后来有在这里，是，我们现在在这里了。其实我也要谢谢蛋宝啊，因为怎么说，就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可以传递橄榄枝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超重要。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个善意是没有办法传递的，你知道吗？是啊，就是我传递也不错，我没有在那边讲说，瘦子说家用电池，我操，乱讲。这个也是吗？对啊，干裤子。哇，这是一人耶，这超酷，然后回去再用一个那个箱子这样弄起来。我觉得这个好像签的比较好看。那好看的留给我。那好看的留给你好。那你们是两个人都要签吧？对啊，对啊，你应该要签，对不对？另外一边，哇，这真是太屌了，太屌了，对不对？好像东德跟西德在签那个柏林围墙，柏林围墙要倒了，停战协议。哎呦，哎呦，哇，这今天真的是太有历史意义了，真的是好屌哦。这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说 ，beef in no beef， 真的是 beef in no beef， 而且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认真对待你自己的人生。因为到最后面，其实你活得精彩，我也活得精彩，就是那种感觉啊！啊啊！见证人，见证人，来来来，见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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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哦，见证人也要证婚人啊！证婚人，证婚人，证婚！哇！在此宣布你们务实这个牛肉解除。而且你知道吗？我真的超开心，你得到了一个新的信仰。我觉得这真的是，其实我比任何东西都还开心。谢谢，谢谢，这个超棒的。赫姐，哇哈，赫姐，狂赫，狂赫，超有意义的。哇，超棒了，谢谢。哇 ，no beef， 希望你真的是。追逐你的梦想，然后可以越走越高，真的。然后我觉得今天跟你真的聊天聊得很开心。他问的问题也问得很好，就是其实，在我们心目中都有一些疑问，但是其实你今天给我们很多的解答，就是没有忘记初衷，然后你还是一直想要做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Thank you, man， 真的开心。Respect， 真的 respect， 超棒，真的超棒，世纪 handshake。这可能不能讲，不是因为这不能简单的就讲。听说惧怕全部都是顽童的朋友可以直接进去，是真的吗？等一下，这是上次这样的，让你上课，上课。
他讲那么感性的东西，你在那边。你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只是因为帅吗？会这样觉得吗？但你是真的帅、啊。虽然这样讲很靠北，虽然这样讲很靠北，你就会觉得，难道我真的只有帅吗？对，你帅还不够吗？你到底要怎样？